齐声说道：“凡事宁有何差遣。”凡事说：“你们可以把各自境界中最美好的天台楼阁、宝树宝华、衣物珍宝、一切器具奉献出来供养佛陀和僧团吗？”五大天王异口同声说道：“是，谨遵旨意。”然后回到了各自的天上。刀立天天王安排毗卢遮天子，夜魔天天王安排阿图满天子，兜率天天王安排布西天子，化乐天天王安排居陀罗天子，他化自在天天王安排南陀天子，都按照各自境界最美妙绝伦的景观去建造岩柜。凡之物件复命，凡之，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完成了严府里的所有装修建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办的吗？凡之说：“好啊，你们在各自境界中都有自在神力，回去之后召集各自所属部众宣言，阎浮提内有一位凡智，名叫宝海，他在七年之中供养佛世尊和无量僧众，你们应对他这份功德随喜赞叹，然后将这份随喜功德回向到自己将来正得无上正等正觉。你们也应当去到佛陀住所去顶礼
皈依供养佛陀以及僧众，听听他们的讲经说法。宝海繁殖的丰富，连忙半别繁殖，回到各自的住所。把所有眷属召集到一起，转达了宝海繁殖的意愿。天天子，他化自在天天子，都异口同声的合掌说道：“吾等今者，于是善根，身随喜心，因随喜赞叹的功德，愿我等未来早成无上正等正觉。”五大天王又分别告知部众：你们应当去到人间拜礼拜见宝藏如来以及他的弟子们。当天晚上，五大天王分别带领各自天子天女以及百千万亿的部众，从虚空中纷纷来到佛陀住所。顶礼佛祖和僧众之后，就洗耳恭听佛陀的讲经说法，一直到天明。天亮以后，这些天人纷纷上升到虚空之中，纷纷扬扬洒下优波罗花、波头木花、居无头花、分陀利花、须曼那花、陀师师花、阿提姆多杰、旃婆杰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台。演奏出美妙绝伦的音乐，来供养佛陀和僧团。宝海梵志又向道：若我未来世中必成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也应当教化那些阿修罗族类，劝化他们也应当
发愿成就佛位。念头一落，如五位阿修罗法应念而至，也如五大天雨般，东回去如是集合不住，转告宝海凡志的意愿，并得到了部众积极响应，也来到严府林中来拜见佛陀和僧众，并聆听佛陀的讲经说法。宝海梵志又张念劝化了天罗波旬及其部众，大梵天王及其部众发愿造证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佛位，也来到严府林中来拜见佛陀和僧众，并聆听佛陀的讲经说法。又招请劝化了三千大千世界中的百亿四大天王及其部众，百亿刀立天天主及其部众，百亿刀立天天主及其眷属，化乐天天主及其眷属，他化自在天天主及其眷属，魔王波旬及其眷属，大梵天王及其眷属，阿修罗族天王及其眷属，随喜赞叹宝海梵志的供养佛陀和僧众功德，并将这份功德回向给自己，将来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佛位，也都来到严府林顶礼佛足，并聆听佛陀的讲经说法。此时此刻的三千大千世界都被前来拜见佛陀的茫茫众生围得水泄不通，无空却处，我的所有誓愿都已经得到满足，若我未来世中必定成就佛位，
那么请佛陀为与之会者示现神通变化吧。成佛威神之力，能够让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的畜生、恶鬼、地狱和世人悉数都能够远离一切苦恼，享受诸多快乐吧。在每一位众生前，都有一位化佛能够让他们发出要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无上大愿。念头一闪，宝藏如来就知道了宝海的真实想法，随之进入到无日三昧。只见佛陀的阿弥陀佛殿射出微妙无比的无量光明，那光明照遍了三千大千世界以及所有地狱，被鞭冻惨的众生感受到了一阵阵莫名的温暖。被大火焚烧的众生及时感受到一阵阵清凉，那些被饥饿折磨的众生随之再无恶意，所有一切被种种痛苦折磨的众生都感受到了无比的快乐。他们正在诧异为什么痛苦会莫名其妙地消失，种种微妙无比的快乐会及时出现，抬头都可能又在空中出现了一位具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画符。心中无比的欢喜，连忙拜倒在地，不禁喊道：想是大悲者，您成就了我们的快乐，让我得以远离痛苦折磨。那画符开口说道：你等此时此刻应当称念纳摩佛陀，并发愿成佛。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堕入三恶道了，
常常感受第一的最妙快乐。那些众生连忙合掌说道：南无师尊。又发出要成就佛位的美好心愿，以此我们下根彻底断除诸如三恶道的一切恶道，取下地狱和恶鬼道消失，都纷纷来到人间投射生。三千大千世界后，又绕佛三匝，从头顶而入，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无量无边的人、天人、夜叉、阿修罗、乾坛陀、诸龙、罗刹等众生，在成佛路上再也不会退转了。还有更多的众生证得了陀罗尼三昧忍辱。当时阎浮林被诸天建设成更天堂一般，每日里都有亿亿万万众的人前来参观。他们来到佛陀面前礼拜供养，绕佛三匝后就去参观阎浮之乐。见到这阎浮林全部都是用七宝构建而成，每一个门户都有五百位凡子守在门口。对于那些出入的人，都劝化他们皈依佛、法、僧三宝，和发愿成就佛位，然后才准进入园林参观和拜佛。教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发愿求证无上正等正觉，在成佛路上再也不会退转。
过了七年，宝海繁殖又把自己家中最好的珍稀宝物都供养了佛陀和僧团。在这七年之中，转轮善王心中没有出现任何欲望，没有嗔恨心，没有愚痴心，没有傲慢心，没有江山的念想。挂念儿女的欲念，没有想念女人的欲望，没有对食物的美味与否的分别心，对穿着打扮也没有上心。至于什么花香、车马、睡眠、享乐，我呀，他呀，这些念想根本就没有闪现过。在这七年，转轮圣王常坐不卧，不分白天黑夜，也没有睡意，也没有感到疲乏，对身外之一切都不能够影响到他的专注。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